你不喝茶，亲爱的哈，也喝茶，喝点儿，喝喝茶，去去油。对了，我觉得这节目就你好玩，你是去油达人。对，这个是去油的节目。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一期的神秘来宾。吃瓜姐姐，吃瓜姐姐，吃瓜姐姐，太好了。我说一下，这两个小仙女过来了，我说好玩了。上一期呢，有一组呢，因为他们分数特别的低，就被排到了最后，被赶出了，就是离开这个节目。对啊，就给他们惩罚以后，他们连宿舍都没有，他们三个住帐篷。漂亮。关键是小天特惨，这边风光的刚拿完金鸡奖最佳配角，到这边回来最后一名。对，啊，小天哥住帐篷。对，还有谁啊？还有一个吴嘉诚。对，吴嘉诚。小五不是那个还是以前男团的吗？对，还有一个是丁泽仁。对对，丁泽仁也是男团的。丁泽仁是最后一名住帐篷的。对，他们仨一组住帐篷的。说他们这一组看能不能逆袭了。就是男团到这儿也不好使，是吧？他不是男团，男团队，这是重新就抛光的一个节目。嗯，你不说了吗？姐是去油高手吗？天哪，对呀，这节目是来去油的，完抛光的，对吧？有时候一抛光了以后，原来以为是白金的，后来发现是银的。如果本来是银的，到这儿可能那是铁的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对。